有一部分艺术家他们就会成长得特别快，他们是否需要这么一个展览，我认为是应该去打一个问号。 最重要的还是把握好自己，你应该拥抱这个世界，可能给你的一切，可能不仅仅是一个感官视觉上的。只在家里面借书，我觉得那个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。你再长几岁，可能你就会突然意识到你的世界观会发生巨大的改变，因为这个社会非常的复杂。 这个作品是在法国驻留的时候做的，就是在普罗旺斯的圣维克多山。我觉得每个艺术家应该都会不一样的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方式吧。让未来的年轻的艺术家的作品来得更嗨、更猛烈些吧。